好北京干嘛哈？外面烟比黑云会色，三眼睛感冒啊，牙就变阿妈走了。但是我是台北人，你怎么那个还在？什么东东？因为我没有东西把它拿下来啊。什么东西？它不是可以撕下来？你要怎么把它撕下来？你使用照例，你看你怎么撕下来。那你之前是怎么拿下来的？我都用指甲剪。好吧。